有情呢来下种，哦，因地啊果还生；无情呢亦无种，无信呢哦亦无生。所以这个句语啊，哦，这个五子讲说有情，我们这个有情世的众生啊，我们有情，然后有认识，哦，有情呢就是有情世，就是我们知道，哦，我们了解，我们知道完整的一切，那个叫有情，有情世。有情众生呐，啊，知道意思吗？有情知道吗？有情呐，啊，就是众生呐，啊，就是哦，我们有哦认识啊，会动，只要是会动的哦，都是有情啊。哦，像那个畜生的话，它也一样，它是有情，有情的众生。然后有情的众生呢，我们呐 啊下种，我们呢播下种子。种子啊啊是佛的因呐，啊，哦成啊佛的果位，那种子啊哦是善的因呐，啊，就成善的福报，哦种子啊是恶的嘞，就接受恶报，哎所以哈，哦，看看我们下什么种子，所以有情啊来下种，那因地啊已经下种了，那果还生，果就会产生了，啊，哦那无情呢亦无种。假如说没有前世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也没有那个佛的种性，那么无性啊，亦无生，它就不会产生啊，哦，这个佛的果位了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